响应县长徐祯蔚推动花园美丽城市的政策，新城乡在重要的路口公园社区内是加强种植花海和树木，让游客和乡亲来到新城乡看到最美丽的城市。新城乡是花莲县的大门面，为了响应县长徐祯蔚城市花园美丽家园的政策，新城乡的合理台商量之后就积极规划乡境内的公园、台九线路口和社区乡内进行绿美化的工作，让大家能够看见新城乡美丽的乡镇。新城乡是花莲县的国际大门户啊，乡内有花莲机场，以及进入我们花莲县必经的一个乡镇，就是我们新城乡啊。所以啊，我们非常的注重在绿美化、环境维护方面啊，所以在重要的路口以及各个乡里面的社区啊角落的部分，不管是公有地、私有地啊，我们都做绿美化的这个环境啊。所以对乡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啊喜爱的一个地方，除了平时的一个拍照地点以外，也是我们乡民喜欢去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也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啊，除了至少门前雪以外啊，对于啊居家的环境维护以外，那也希望大家对于我们乡内的环境大家共同来维护。乡长何立台表示，现在乡有1/4军事用地，不过他巡视过乡心的大大小小的路口和社区乡内，更需要进行地美化来营造乡内的好环境。尤其新城乡可以说是国际之都花莲的大门面，要让大家来到花莲喜欢花莲爱上花莲，新城乡公所全体同仁们可以说是上上下下相当的用心来营造健康美丽的城市。记者九红一，新城乡报道。